下的是那个，这是我们演朵朵的，这个叫什么呀？我的真名叫张子荣。嗯，来来啊，我们再别个太阳穴到这边。十五，七级十五。啊。等一下，七级十五。嗯，宋云哲。是千玺。千玺啊。是啊，还挺严重。对，是啊，还挺严重的。他妈妈给他请了大学的教授，治了快三个月才恢复一点。难怪我们打死他们了，这国外男生太可怕了。谁说的？理想就是在加拿大长大的，初中才回国，你觉得他可怕吗？啊？哦，难怪你们英语唱那么好啊。好，到这儿哈，然后哎，你说哟，到了，王俊说到了，到了，然后到了就在这儿。啊，安妮来了啊，这他妈妈来，哎呀，你们来了，又真把辛巴都带过来了。阿姨，这是朵朵，让辛巴和 Rose 玩的主意全是他出的。阿姨好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哎呀 ，Rose， 你看这么多朋友 ，Rose， 这个 Rose 在里头 ，Rose 你过来过来。Rose 过来了啊，你看这么多，你就这么多同学，他带了，现在改不知道金毛了叫什么？啊。金毛是不是一种狗的一个品种？它是品种的名字。哦哦，那就不要叫金毛，就狗狗就完了。就他家有个名嘛，你们家没名啊？拉。谁说的？理想就在加拿大长大的，你觉得他可怕吗？啊？看着他了啊！难怪你们英哥唱的那么好。我爸爸那会儿住惯，我就跟他去了几次。你在国外上学好玩吗？当然好玩，比国内轻松多了，课外作业没那么多。我的吉他之前在那学的。真的？你消息？真的。到了是吧？谁说的？王俊。啊，到了，到了就这儿啊！你们来了。好，我们先到，把那个到了这之前的台了，哈。哦，我这是等一下，这是朵朵，让 Lucky 来陪那个，来陪 Rose 玩的主意就是他。那个阿姨就不会问我这个。啊，不用，那不用问了。不用问了，我跟他那个说一下。好吧，来，我们先把前面的之前的先翻了，知道吧？好吧，我们对一遍行吧？来，来一出来，好，再见再见，是吧？再见，然后你一回头来，李想说，你脚真没事吧？要不要扶你一下？哎，没事，你不用扶，我就是刚跟那个 Lucky 玩太高兴了，不小心把脚给崴一下。怎么样？我这主意不错吧？我们每个月都来看 Rose， 这是头一回，他笑得这么开心呢。那我们该怎么感谢朵朵？啊，这还不容易啊！朵朵，你不是老说自己英语不够好吗？这儿有现成的免费老师一个，中考也好，口语也好，对他来说都是小 case。真的？哎，你愿意教我吗？当然没问题 ，My pleasure。那就谢谢啦，李老师。哎，对了，李老师，你真舍得把那个 Lucky 留给柚子？不是，倒不叫你说的吗？他叫李老师，你稍微会客气点。别这么叫我啊！我啊，这样好，来，你看大概是个，那就一块上车吧，我给你们。李老师，你坐这挪过来。没有，死我也不会上你车的。死我也还有事儿。OK， 来，再走一遍来。好。来，开始。爸，哎，小哥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我那个叔叔。哎，你好，都是朵朵的同学是吧？啊，叔叔，刚才那个朵朵的脚崴了，你来的正好，就赶紧带朵朵回家看看，要不要上医院？哦，脚扭了。对，哦。那上车吧，那给你们。不，我们还有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叔叔，拜拜。走了，你们。再见，再见。我送你们吧。拜拜。不用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
骨头疼不疼？啊！好，好，行，骨头没事，快坐。好，停了。